啊？你是的。我突然刚好翻到这里面去。你在挑菜？我当然要挑菜啊。我们在冰箱里面挑菜。哦，怎么都那么烂？还是烂啊？那你有没有挑到一个比较好的？你是说从烂里面挑一个好一些？是的。对啊，好像是他的啦。好，那就是他的。结果你挑到一个最烂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好放假。那我也只能帮你拍拍手了。你看起来技术不是很好。不是，是运气吧。好来。